喺度天星码头，你去啊？啊？做咩？去厕所。对面就中环港岛嗰边啊。系啊，嗱，你睇地图睇地图。哇，有张咁大嘅香港地图。嗰只叫去旅游景点，旅游咩局啊？嗰度。免费。可以介绍人去我。上次你冇啊，今次有啊。我哋呢度去搭去几个码头噶，我哋要去。一阵去完咧，我哋去中环码头，系咪？今日去中环码头。系去中环啊！佢话中环。我啲人要睇清楚，唔好上错船啊！嗱，呢度系咪游客区噶？所以一阵俾张你带翻去。系啊，呢个就唔知佢话佢叫咩嗰个星光大道啊。啊，呢度咪系咯，一阵行嗰头去。我去行过去睇下啦。你俾张佢放过佢个，等佢今晚翻嚟睇。而家我哋就去星光大道睇下。钟楼旧时嘅车站 ，Betty 话旧时啲大陆坐火车落到嚟呢度。坐船個中環好似唔知係$2定係$3。呢度晚黑咧就維多利亞港咧遊夜遊啊，就係遊呢一個地方維多利亞港夜遊。龍年啊，整咗條龍。喺呢度咧，就好多都係啲講廣東話嘅遊客。係啊，星光大道啊。
地方。嗨呀，老行啊！全部都是讲普通话。大陆过来的游客。晚上也在。你还搁那修引吗？哦，我搁那修引了喂。林清文先生的手印，佢星光大道的明星的手印。围栏上面，旧时
睇睇呢個人好健壯，正正。呢啲係旅遊團嚟嘅，著住旅遊團服裝。咁耐都見唔到嘅，呢間咩酒店 K11 Muse， 劉德華先生嘅首日。周潤發先生，徐克導演，許鞍華女士，而家咧就喺個尖沙咀天星碼頭去呢個中環碼頭。我要去一個。要排隊啊？唔係，我問你，好似有一個唔使上樓梯嘅，睇下咪下層睇香港旅遊好，你入去叫攞張相啊！你叫攞個地圖啊！我攞咗啦，仲攞咁多做乜啊？有啲地方去玩嘅，佢又大嘅，好得閒。旅遊發展局呢度啊？嗯，係就係就唔好掉。O K。天星小輪往中環下層。可以支付寶啊！你係支付寶啊？係啊，可以微信啊，乜都可以啊！得啦，我自己有個大大通。係啊，呢個平，呢個唔係喎，唔使行樓梯。佢呢度直接轉錢嘅，用支付寶、微信都係。將通誒，將呢個誒，呢度可以買啊！咩價價錢表？唔係呢度可以買票啊！你睇唔睇到啊？啊！咁平啊，同以前差唔多啫噃。星期上樓貴啲，因為我呢個下層唔使行樓梯，我行。星期六日咧就5六閒錢，星期一到星期五就4。買票先。可能都下層，佢部船分上下嘅。上層咧，可能風景好啲啊，貴啲咯。
知啊。有成嚟噶嘛？係咪呢件先？可能係呢個。嗱，上船啦，叫啦。
蘭呢邊。佢急住要我翻去做嘢，如果唔係我嚟呢度一個星期啦，急住要。我真爽啊！我真。咁咪我冇得同你，冇得同你講話你嘅。好乾淨，好乾淨啊！係，香港係好乾淨，但係住就屈質啲。除咗住之外咧，乜都好係 OK。
嘅高樓地下，一好多年前嚟又係咁，而家嚟又係咁，基本都冇咩變化呢邊。你個大媽嚟嘅，我咁乖仔大媽啦，送嚟。係啊，佢哋放假啦，咁誒落嚟香港行下啦，係咪？我嚟香港玩過。啊，呢度好多呢啲兒童遊樂設施，全部都俾細蚊仔玩。係啊，唔使錢嘅啫。係咯，唔使錢你就想啦，唔使錢。啊，即幾多門票啊？要門票啊？好啊，我呢度坐下啦，反正都系行下行下又坐下。你过嚟边坐啦？你唔系点申请得？边度先得噶？我未申请过，等我都到时试下申请，睇佢点讲。唔系啊，你喺香港申请几耐？啊？申请香港好容易嘅咋，即刻就攞部机度扫就可以过嚟，即刻咋，即时嘅。唔使申請㗎，去香港。但係你只可以喺呢度逗留七天啫嘛。逗留七日。我以為偷渡過嚟香港。而家嚟到呢個地方咧，係香港啊會議展覽中心啊，係呢個。標誌性的建築物，咁咧就金紫荊廣場咧就喺呢一邊。啊，而家我行過去金紫荊呢度，會一會我哋一個 fans， 有個朋友喺度等緊我啦。成日要背個大陸啊，而家。金紫荊啊，呢度。喂，胡孟叔，喂，我行路为金紫荊嗰块嚟啦。我喺前面呢度行紧过嚟，你企喺边度啊？哦，可能即系我企喺你背后啊，可能我喺海边呢边嘅方向啊。你如果望嗰边嘅巴士嗰边就望到啦。嗱，我而家企喺呢两个旗前面呢度揸住个手机。講電話，旗杆啊，兩個旗杆，係啊，你望過嚟旗杆，睇好唔啊？你企喺邊度啊？金紫荊啊，啊九七回歸大陸送俾香港嘅紫荊花。在这里啊哈你站在那边肯定见不到我啦他们走呢走那边呢我们看看一阵去哪里吃饭我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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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我哋啱佢行過嚟鬼，佢哋三個係嘛？係啊，係冧多年失行。係乜嘢景點㗎？冇所謂嘅，嚟香港行下啦。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阿江澤民嗰陣時嘅啦嘛，九七回歸，係1999年喎呢、這個。香港飲茶，香港的燒鵝，好味好味，鳳爪。
家鄉鹹水果。我嚟交嘢，練咗八九年啦，做嘅嘛。我翻去做乜嘢咧？翻去又行咧，又同埋工程。